下盘是大猪跟猴子师傅嘛，绿帽子徒弟。好，飞将脚，那么先从反低头，再次得轻腿轻拳逆向。好的，前移之后马上学点凤凰脚朝别的地 KO， 猴儿没了，到底是姜是老的辣。那么现在师傅把徒弟 KO 掉了，还有一个满血大门五郎。两两反击一段，大门五郎有两气，飞将加油，该子给自己加气。这里第二次下鸟被李方头上补给他先堵掉了。好了，那现在看看草剃柴州啊，这个老头叫做草剃州，草剃精的老爸。哇，广州好生龙就是这么生猛，对方暴击的瞬间给了小孩一个按不住的一个波战。那么现在小孩这个驱暗炎没出，大魔狼风跳太强的能力，跳轻腿一个这样下，这里打乱动，大魔狼现在还有气，下逼木牙一个战动腿远距离战身反低头没有出，抓了个地头怎么办，这条力回你是打不过我小孩了，来还顺便给小孩刷个赞，漂亮。咱们把赞点起来，小伙伴们啊！咱们把赞点起来。咱们本场比赛啊，韩国队啊，空马对战中国队的小孩。